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Dan。 最近发表新曲的Super Junior 也曾因为个人专辑中的淋浴照片卡而在韩网引起了热议。 Super Junior 也曾在1月25号发表了正规第一张专辑， 而在主打歌 Smoothing 一公开，就在全世界20个国家地区的 iTunes 专辑排行登上了一位。但是今天也曾专辑内的一张淋浴照片卡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已公开的照片卡。 太好笑，都流泪了，可可肚子好痛，可可这是淋浴吗？这程度的话，几乎是在淋瀑布吧，可可果然是 Super Junior， 竟然公开裸体淋浴，粉丝们应该会很想要吧？这是什么照片卡？果然 Super Junior 只有稍微疯的人，没有不疯的人。所以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野生的两个疯影片。 下个消息是1月26号离开前公司 Pination 的特在 IG 发文，新的地方新的音乐即将到来，很像是在暗示会有新的活动。而让人激动的是 Hyuna 在这个贴文下面回复了5个火替藤加油打气，而粉丝们也发现到藤到现在也没有删掉与 Hyuna 交往的时候上传的合照，继续保留在自己的 IG 中，很像什么好莱坞一样，分手了也能这样，真的好酷好帅。不过这样的话能开始新的恋爱吗？虽然本人说不是，但感觉他们会重新交往，真心觉得他们很 相配，希望能重新交往。结果今天一家媒体独家报道了Hyuna与藤目前已经重新在一起，不仅仅是韩国内的行程，就连海外行程也都一起行动的消息，表示两个人真的在一起了。这个消息也登上了各大演艺新闻的热搜一位。好，就是我单身，可可可啊，分手后重新交往太有人情味了，希望能幸福。我一直希望他们能重新在一起，虽然本人还没有承认，但是想要相信这个消息，就在一起吧。不管怎么样，希望 Hyuna 与藤都能在各自的路上走花路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以现场直播公演影片突破1亿观看次数的6位男 solo 歌手。1 Michael Jackson， 2 Bruno Mars， 3 Weekend， 4 Charlie Puth， 5 Justin Bieber， 6 방탄소년단 정국。 我家中午好棒。